新一轮纾困金的发放刺激了消费，三月全美零售销售额强劲反弹，较上个月大涨将近一成，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期。根据商务部4月15日公布的数据，三月全美零售销售额大涨 9.8%， 超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 6.1%， 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 28%。 其中体育用品、服饰、食品和饮料的销售额领涨。今年2月零售销售额一度下滑 2.7%， 消费在3月强劲反弹，一方面原因是伴随着经济重开，就业市场正在复苏，领到1400元纾困金的民众更放心地进行消费。另外，疫苗大规模接种也让消费者更放心户外就餐和运动。酒吧餐馆零售额在3月大涨了 13.4%， 户外运动商品零售额大涨 23.5%， 服饰配饰零售额大涨 18.3%， 汽车零部件和车行销售额涨幅达 15.1%。此外，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意外大幅下降，表明随着经济从大规模衰退中复苏，裁员正在放缓。劳工部报告称，截至4月10日当周，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总计 57.6 万人，这是自一年多前新冠疫情开始以来，这一数字首次低于60万人。最新数字远低于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70万人，也较前一周经上修后的76.9万人大幅减少。